走，骂着街就退票，是得退票。你猜我着急不着急？啊，活该他们走呀！他们不懂艺术，是吗？咱这玩意儿货卖于十家，景行家，真有170多位他没走，他们爱听，墙上挂着的走不了了。感谢各位的鼓励。哎，按说这段啊，啊，这是我父亲的经典的段子。是，像这个呀，什么开粥厂啊，啊，是。吃元宵啊，对，这路活我从小就会，嗯，不敢说，为什么呢？他说可乐，我说不可乐，哎，也不错。但是你不管怎么着，得把它学会了。对对对，是不是啊？就是保留一下这个节目，哎，得继承。哎，真正的说还得自己的段子，哎，那是，是不是啊？对对对对，我这人涉猎比较广，比较广。啊，我要除了是个说相声啊、唱戏呀、啊，我还喜欢什么？还喜欢通俗歌曲呀、啊、舞蹈啊。我是个舞蹈家。哎呦，是谁？你呀、啊？啊，舞蹈家。你还是个舞蹈家呢？还？哎，你看我从来就没看见你跳过一次。废话，我给你跳。嗯？啊，真是的，我现在不怎么，我那么大岁数，我小时候，我很小我就跳舞啊。哦，小时候。你算我那年我才8岁。哦，8岁。8岁，刚掐了奶。你瞧，就开始了。哎，别吃了，我还吃。不是，合着您8岁才掐奶呀？我爱吃这一口，你管着吗？嗨，这谁管你？吃吃吃。现在我当然不怎么跳了，主要是当老师。哦。办这个交谊舞学习班。哦，当老师了。最近是刚批下照来。有照了都。交谊舞学习班。啊，好。正在招学生，还没人报名呢，你报吧。谁呀？打个95折给你。我瞧财迷样，才95折。怎么着？我用不着报，我会跳舞。我不信。啊，你看这还说瞎话吗？那我考考你。你怎么考法？你说说真正的舞厅什么样？看舞厅嘛，嗯，一进去是大玻璃门，嗯，上边是红绿灯闪烁，底下是打蜡的地板，周围呢有一圈沙发，还有个小乐队在那伴奏，这就跳起来了。小乐队？对。小乐队也不是你们曲团的乐队。嗯，三弦啊，四胡啊，没有那个，那都是那个洋乐，那叫西乐，是不是？什么样都有啊。哎，这个这样的，这什么这是？这什么呀？这是嗡嗡的那个，嗡嗡嗡，还有这个，这样的，有个乐队指挥，有一个西服哥里大背头，对，他拿着一电镀棍，那叫指挥棒，对，都听他的。那是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预备起。当当当个里个啷的当啊，当当啷个啷个啷的当啊！什么什么什么？打住打住打住！什么乱七八糟？舞厅里怎么出来河南坠子了？有个曲调吗？当然有曲调，嗯，那怎么也得是个舞曲呀！你给来了，你比方说吧，嗯，溜冰圆舞曲，嗯，滴答噔噔哒滴噔噔哒噔噔滴答滴噔，蹦擦擦蹦擦擦蹦擦，行啊！哎，怎么样？哎，如果行的话，这么着，怎么着？今儿在这儿给咱们各位再让他跳一回交谊舞，怎么样？啊啊，跳一回，跳跳吧。行啊，怎么样？来，咱就学一学这个大男大女。怎么还大男大女啊？跳舞嘛，就得一个男的，一个女的。一个男的，一个女的。啊，我男的。什么呀？大男。哪里叫大男的？大男。一般的来说，这男的都比这女的得高一点儿。看见了吗？这个头。啊？哎，甭抬脚，这是自然灾害。哦，因为我比你矮，我得学个女的。学女的，我大女儿。大女儿吧，正理我就得学大女儿。怎么呢？我长得比你漂亮。哎，就这模样还漂亮呢。怎么就大女儿了呢？我呀，嗯，给你化化妆。化化妆。哎，对对对对，梳个小辫儿。啊，不用不用不用，太少啊。咱这不有条手绢吗？这干嘛呀？哎，这手绢就好比是一条纱巾。哦，纱巾。哎，戴上之后。咱俩就可以分出男女来了，做一个区别。对，哦，行，咱们把桌子往后搭一下，不用这个了，慢一点，嗯，腿，哎，对，好，怎么着吧？你呀，啊，坐到沙发上等着。坐坐哪儿？坐哪儿？坐沙发上。沙发？对，沙发舒服。那是。台上没有，去搬去。我哪儿给你搬去？你让坐吗？
咱这不表演吗？啊，往这一蹲身比划比划就行了。哦，一蹲身啊？哎，就这样。对了，哈，你这不是坐沙发，这坐马桶。你说的一蹲身吗？沙发它有靠背，知道吗？啊，你往后靠着点啊，靠着点，往后靠啊。这样，来来，再来点。这样，哎，再舒服点，哎，这才叫坐沙发了。啊！你在这等着。不行不行，这沙发比站着累。你呀，凑合点，咱就这条件。那来开始吧。开始。哎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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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。小姐，请您跳舞。这位这是怎么了？这是。小姐，请您跳舞。这谁得罪他了？这是，哎，伸手，走啊，好嘛，猴，唐铃唐铃叮当，小小锣鼓擂，出家牛在花果山，打开了柜儿，开开了箱，拿一个贾琏你得。这哪位把猴给领进来了？你这不是耍猴吗？我说你像话吗？啊，跳舞的规矩你懂不懂？这还有规矩？那当然了。什么规矩？我这给你行礼，你站起来还礼，咱俩就开始跳。哦哦，一边跳一边聊，咱俩才能搞上对象啊。什么？咱俩才能搞上对象？不可能。再来呀。来呀。当当滴答滴答，蹦擦擦蹦擦擦，你姓啥？我姓贾。叫什么？贾大牙。这什么名字？这是贾大牙，谁给你起的？多难听！我爸爸给起，你管得着吗？蹦擦擦蹦擦擦，多大了？38。干什么？弹棉花。成家了？还没呢。哟，够晚的了，可得抓点紧。哎，好好好好好。滴答当，当当的，行了行了，蹦擦擦蹦擦擦，你姓啥？我姓马。叫什么？马兰花。多大了？属羊的。啥工作？搞批发。卖什么？大碗茶。就走。这大碗茶有批发的吗？啊，别废话，接着聊。哎，好好好好好，蹦擦擦蹦擦擦，咱们俩很融洽，多亲近，羞答答。咱们登记去，我得回趟家。家里有谁？有仨孩子。没关系，你全带着。那也不行，还得问问他。他是谁？我的老头子。去你了。